出发去拍小野花了。今天我还带了一个装备。我去年也是拍的这一片哈，这一片实在是美，美在了，哇塞，好好看。不知道咋回事，一点都不好用。现在往平时不怎么过来的这条路线看看，旁边有没有什么野花。这里有一片蓝条海葱，哎，我一直拍的在那个大马路边上，这一片没有来拍过。就是太阳大的话，影子也很明显，影子挡住花的。看这个森林边上，天哪，那一片，哇塞，这个一定要有一点的阳光，太阴暗也不行。哇塞，看，哇，我的天，好漂亮。手机拍不出来这里的美的十分之一，好漂亮，而且这里的花好大好大个，比马路边的还大。哇塞，漂亮漂亮漂亮。去里面看看有没有其他颜色。这里有一颗颜色比较深的，一颗紫色。哦，看到前面一颗白色，这也是一颗紫色的，紫色的。每个都好大，长得，哦，看到了瑞香，哦，原来瑞香这会也拍了，哇，看路边这一片，这一片也挺多，都不停下来拍了，看，好好看呀，真的是纯天然的花台。旁边就是其他人家，发现一颗雪光花，可能是人家院子里面蔓延出来的。我现在走着走着到小林子里了，旁边还有雪没化完，我想到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自然保护区，一个湖边，我想到那个湖边，然后找不着了，我好像在那个沿着那个湖转。湖呢？哎呀，这倒霉的青蛙妈妈，它把卵产在了这个小水坑里面。但是这个小水坑估计就是一个停车场，没几天就会干掉的吧。看这个一大片林子，其实它离小区特别特别近。现在我终于找对路了，往前走就到那个湖边了。这边我突然看到，哎呦，有一个小松鼠，嗨，小松鼠。Hello， 小松鼠。这个冬天都没怎么看到小松鼠，我主要是看到这边一片空地上有一片，而这个森林里现在是到处都是雪割草，小小的单独的一个个也挺好看的。到了这个非常小的这个湖边的这一圈自然保护区，是尼莫他们学校有的时候经常会走路过来徒步的一个地方，现在可能不太好走，如果没有这个木栈道的话，可能会比较湿，就随便逛一逛。这个稳定器用来拍大场景，就这样走着这样拍戏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拍近了以后它就跳。好像就在那个对面，那我从这边绕过去吧，不要原路返回了。看这边有炭火，这里就是一个徒步然后烤香肠的地方，坐在炭火，这里有个烤炉。
哎，这里铃兰开始发芽了，看，哇，后面那个都错的，全是铃兰的芽，上面都是，长在这个石头上面，以后这边一整坡都会是铃兰。我听到流水声，这里好漂亮，来拍一下，这水声好治愈啊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水是真的清啊，好干净的样子，好清啊，可能都是化的水，化的雪水。哇塞，一个小，要流到这边，然后流到那个湖里面去。空中不停有飞机飞过的声音，然后我想等那个飞机飞过了以后，静静的拍那个流水，但是一架接一架呀。哎呦哎呦，这冰画的可真好看，看这里很适合带孩子来，因为基本上都铺好了这个木栈道，然后这边比较空旷，当然夏天不怎么适合孩子来，因为蚊子太多了。不知道这里的森林秋天会不会有蘑菇呢，因为秋天从来没来过。这个湖出来了，这边就是居民区。手机快没电了，被我拍的。今天就当是出来练习那个稳定器的那个用法。意外发现一片小兰花，是雪光花吗？看着像雪光花。哇，好好看呀！果然蓝色的花就是漂亮。哇塞！来看个特写。我又看到一片，哇塞，这雪克草拍不动了，哇塞，一大片雪克草，这里貌似比较暖和呀，所以旁边，哇塞，我看到一簇白色的，好好看，完蛋了，直接就把手机拍没电了，物以稀为贵嘛，都是蓝色的，难得一个白色的，哇，这个路边。简直了，开门了！哇，这一簇好多呀，这一簇。又看到一片一大坨，好漂亮！哇，看，这里人家院子里面扩散出来的。哇，又是这样的花，就是长得有点不太壮，好几个颜色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有四种花，有雪光花，那里有几棵雪光花，然后这个是西伯利亚郎中花，还有兰花，从上面还有一个白色的大红花。哇，这个也好看。我的电坚持到了这一片啊，已经开了哟，蝴蝶、蜜蜂都来了，小蜜蜂快跑，哎呀，太快追不上它。